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的神有丰盛慈爱，又有怜悯。早晨一起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供应审判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次恩典，一再试炼，你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尽管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上感恩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。谢谢耶稣，你长阔高深的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爱，今天早晨要充满在我们当中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的怜悯今天能够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怜悯人的神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八节，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耶稣可怜我吧。这是耶稣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看到这个瞎子在路旁讨饭，就让我想到几年前我到国外去的时候，特别是旧金山，在那个是个非常富裕而文明的一个城市里面，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里却是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游民，我当时非常的惊讶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当时在想，这里教育、科技、文明各方面在全世界应该都是数一数二的，但是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游民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面？一个人为什么成为游民，成为路边讨饭的呢？当然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已经自我放弃。那人自我放弃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不见他人生的未来，好像是耶利哥的这个瞎子一样，因为他看不见，他最终成为在这个城市里路旁讨饭的人。我发现特别是在大的城市里面会有更多的游民，不管在东京不管在欧洲我都看见在纽约都看见很多的游民。我想可能是人在大城市的里面很容易迷失自己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，然后最终对自己失望，也对环境失望，对别人也失望，最后他无可奈何，他选择自我放弃，自暴自弃，成为一个在路旁讨饭的人，好像耶利哥这个瞎子一样。这让我想到 我自己在大学的生活，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努力的读书，很不容易能够考上大学，但是我也不懂，但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却过着一个自暴自弃自我放弃的生活。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认为在那个时间我既然这么努力读书考上了大学，可是为什么既然上了大学以后却过一个自暴自弃的一个生活，不太能够理解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现在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我就是看不见自己的未来，对未来完全没有梦想，因此一到了外地没人管我，我真的就自我放纵起来。所以当你看不见未来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自暴自弃。你不要放弃你的未来，不管你的人生经历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不要放弃你的人生。因为纵使你现在看不见你的未来，但是很重要的是耶稣他能够使你看见你的未来，好像耶稣能够医治耶利哥的瞎子一样，他能够让你看见你的未来。不管你什么样的原因，你对你未来失去的梦想，但是你要相信耶稣能够拯救你的人生。好像这个耶利哥的瞎子，他听见耶稣经过，他大声地喊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我们要知道大卫的子孙不是随便可以乱叫的，对犹太人而言，当他喊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那个意义就是他相信耶稣他是弥赛亚，那是以色列人他所一直所等待
一直所期待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。所以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 很大信心的一个宣告。他宣告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那位弥赛亚，耶稣是他的救主。我相信耶利哥的这个瞎子，他可能很早就自我放弃，自暴自弃，他对自己人生完全没有梦想，完全没有未来。但他在逃犯的日子里，他不断地听见关于耶稣的故事。耶稣他医治瘸腿的，耶稣甚至叫死人复活，耶稣医治大麻风的。他听见越来越多关于耶稣的故事，他心里渐渐的，他对耶稣有一个信心。或许他对自己对环境他失去了盼望，但是他听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关于耶稣的故事的时候，他开始相信，或者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一直等候的神的儿子弥赛亚。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那我的人生就有盼望了。或许有一天这位耶稣经过这个地方，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因为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可以拯救我的人生。于是有一天耶稣真的经过的耶利哥，他一听见是耶稣经过，所以他马上就大声的，他就呼喊说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放弃你的生命，不要放弃你的人生，不要甘心过一个好像是一个逃犯的日子。你要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当你相信耶稣，他能够拯救你的人生，他可以改变你的人生。阿们。然后他说，求你怜悯我吧，求你可怜我吧。耶稣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对一个瞎子而言，一个逃犯的瞎子而言，得到人的可怜，得到人的怜悯，他并不陌生的。他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求人可怜他。但是这个瞎子他知道一件事情，纵使今天人你可怜我，你给我一块钱，一块美金，十块美金，给我多少钱多少钱，不管你今天逃犯的业绩有多好，但你终究还是个瞎子，你终究你明天你还是要来到这个地方继续过着你乞讨的人生。但是耶利哥的瞎子他明白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弥赛亚，耶稣的怜悯跟人的怜悯是不一样的。当耶稣如果怜悯你的时候，耶稣能够医治你，能够恢复你看见的能力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人生。阿们。我想回想起来，有时人生当我们信主多年，回头看我们的过去，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把自己搞得很可怜，自哀自怜，很多时候是故意把自己搞得很惨，想要得到别人的同情跟怜悯。但是那又如何呢？那又如何呢？我知道那样的日子，纵使你得到很多人的同情跟怜悯，那又如何呢？你仍然是一个逃犯的，你仍然是过着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。当我信耶稣之后，我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怜悯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神可以交换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自夸的。当我们的人生来到一种光景，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神啊，请你怜悯我。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神，当你求神来怜悯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的怜悯就临到你的身上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活在自爱自怜的光景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过着自暴跟自弃的人生，请你不要过一个逃犯自爱自怜的人生。让你抬起头来，让你抓住一个机会，当有福音，当耶稣
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你要用信心来相信耶稣。而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的怜悯临到你的身上。神的怜悯不是人的怜悯，当你看到神的儿子怜悯你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将不再一样。好像这个瞎子一样，你会在耶稣里面，你会看见你美好的未来。阿们。不要放弃你的人生，让我们来相信耶稣，让我们相信神的怜悯，耶稣要改变你的人生。阿们。好不好？这时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想第一件我们要祷告的是，就为你所在的城市要来祷告。有许多没有盼望的人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遇见耶稣，能够相信耶稣。我们同声的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我们所在的城市向你来祷告。每一次看见在这个城市有好多没有盼望的人，好像吉利哥的弟兄一样，求他们都摆在起放弃自己的人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恳求你，恳求你来帮助，在所在的城市里当中能够等着我，特别为台北，我们为新北，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。在这个都市的里面，主，还有很多心灵的档次，有很多在心灵的里面其实是讨饭的，也是就像耶利哥的瞎子一样，也是他们好像只是活着而已，也是他们没有梦想，他们没有盼望。那今天早晨，求你对他们来说话，也是我们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仰望。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。Amen。 主啊，因为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而人有指望。Amen。 主啊，早晨我们要为着这些没有盼望的人祷告。Amen。 主啊，求主给他们机会，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。Amen。 并且求主赐给他们一颗柔软的心。Amen。 当他们听见福音，他们就相信。Amen。 主啊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盼望。Amen。 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路走。主啊，他们愿意相信，他们的生命会翻转。主啊，他们的生命会改变，他们的人生会走在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或许你现在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或者有一些的打击，有一些的难处，我要鼓励你不要放弃。或许你没有什么可以跟神交换的，觉得自己很糟，但我们可以祷告，求神怜悯你，相信耶稣，求神怜悯你。神的怜悯带着极大的能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的，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这时刻就是要为自己来祷告。神给我们在疫情的处境交换，主帮助我们。耶稣，我们要做好多困难的决定。神给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。恩典的主，我们就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祝福你，神给我们恳求你的祝福，神给我们向你来祷告，并且为着你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祝福，神给我们恩典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恩典的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祷告你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上帝求你怜悯我们。求你怜悯教会，求你怜悯我们过多的弟兄姊妹，耶稣恳求在疫情的当中，耶稣求你保护我们，谢谢主的恩典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难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常常先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往往使我们自己落到那更深更难解决的深渊里面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早晨再次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更多经历在那化妆后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要透过祷告呼求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要透过祷告得到生命中的盼望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看见那雨后的彩虹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经历困难是使我们更加的刚强，使我们可以更多来依靠我们这位耶稣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第三个祷告，我们为教会和机构的怜悯人的事工来祷告。我想许多的教会也都有怜悯人的事工，当然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机构有很多怜悯人的事工不管是在乌克兰，在很多的地方都在进行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为教会跟机构怜悯人的事工，我们同声的开口，我们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为教会的祷告，有很多怜悯人的事工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为教会需要上帝来帮助，耶稣，我们看见特别在乌克兰的战争里面，看到不管是世界在崩溃，是民主制，也是没有开放的机构，是耶稣，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来帮助，我们来祷告，上帝，我们来拯救这些事情。是我们能够做到的，是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管是饥荒也好，正在爆发的疫情也好，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宗教会的机构，我们一起起来，这时候是我们做光的重点的时刻。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赞美你的名字，谢谢你来祝福我们，向你来仰望，向你来祷告。上帝，我们恳求你这些施恩帮助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满有怜悯慈爱恩典的神。主耶稣，你说你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神啊，你将这样的意象，这样子的感动也放在许多的教会跟机构里面，使他们有许多怜悯的人的事工来向你献上感恩。神啊，你使这些教会跟机构时刻的来寻求你，对齐你的心意，在他们所领受的这些启示跟意象的里面常常的来与你对齐，使他们所做的是为荣耀你的名而做，也为着这些教会跟机构的负责人领袖来祷告，使他们时常来寻求你的面，寻求你的能力，有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，在各样的决策上面能够得着你的帮助与力量。谢谢主，主啊，你将这些这些世上的人带到这些机构跟教会里面，愿他们能够从领受从你而来的意象，发挥主啊你的爱，在这个世界上来拯救寻找这些人，因为你就是爱。赐福在这些教会跟机构，让他们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不灰心不丧胆，继续向着标杆来直跑。谢谢神，我们赞美你。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圣灵，求你的怜悯的大能今天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医治我们，恢复我们的盼望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手掌心上，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